好，大选倒数，桃园市长的选情持续的紧绷。桃园市大街小巷、民宅信箱又出现了民进党桃园市党部署名的文宣，除了攻击对手张善政，还有票投郑运鹏的传单，被张善政批评民进党恶劣没有极限。而郑运鹏今天下午则是合体了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，到桃园中立扫街拜票，持续的争取支持。民进党北桃市长候选人陈时中、郑运鹏刚下车就受到乡亲热烈欢迎，票入会好吗？两人在中立人海宫合体，互相拉台。市长郑文灿也没缺席，细数这两年多来，多亏阿中部长，桃园守住防疫第一线，展现团结之际，地方也频出招。继上回夹爆猛攻队友张善政，农委会委托案争议，如今桃园市民在信箱又发现由民进党桃园市党部发送的文宣，一份抨击对手张善政担任志工党顾问，一份则写着票投郑运鹏。民进党这次选举选风败坏，简直就没有极限。张善政先生没有世人之名，我希望张善政先生还是公开说明。再要重申，每天在跑浮选，我们自然就更危险。很多求职的年轻人被骗，桃园有30几位年轻人是受害人。不让对手抢进版面，张善政除了家族议题攻防力道，也请跑基层，还要拉台自家市议员。大选倒数计时，全力冲刺。江佩华、郑玲、朱长凯报道。